不知道。你为什么要这样讲话？那你不也不用学我说话吗？什么？你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我听不懂。南正飞。干嘛？南正飞说七七七七七。是谁吗？我这忘记跳了。我也是呢，好巧啊。老师，我飞不过去呢。你们找车吧。能亲亲我们呀，老师。我开伞喽。我也开伞喽。完了，左边有车，就接近别人的小女生嘛。可以。张老，不要动，我去接你们。花花，我们得赶紧走，花花。脚底下有人呐、啊，他看到我们了，他抬头望了一下我们，你看到没？他不要慌，不要慌，我有车，我有车。给相遇余生了100个福袋。那我们赶紧跑，我前面有辆车车呢，你快走，慢慢行。没有什么办法。一辆车就快点的吧，我开车一会儿快点。你们是马小跳泰国版吧？马小跳。我来了，是蜡笔小新。太他妈远了！你们两个不是马甲，你们两个是蜡笔小新的泰国版吧？没有，你在讲什么？我们听不懂。一个，你俩在飞的距离，感觉就是飞机脚底下了，感觉寸步不行了。快点站，这里有辆车。快点，我来了。幸好我车进来，马小跳干得漂亮，马小跳啊！快上！你这怎么有？我自己有。花花那个车感觉好像比较快呢。这车怎么又在打滑？哎呀，马小跳，你能不能好好开一下车？我好好开了，这个车在打滑。翻车了。噔噔噔。以后等我们到了以后，南站飞肯定把那块都收完了，我们还收个屁呢！我们，我就收个九车。我们来呢，蹦子大子，蹦子大子，蹦子大子，波举的皮，蹦子大子，蹦子大子，波举的皮，哈哈哈。有毛病呐！有枪是我了，别过来啊！这有辆大车。好的。这有，哎哦哦，哦哦，换个车吧。哎，快走呢，快点走，这边。啊，对了，马跳。啊？他们两个就是发明了一个叫含水挑战，你要不要跟他们挑战一下？含水挑战是什么东西？就是把一口水，然后含在嗓子眼里面，然后就是不能，就是不能弄出来，然后我们就是用水说话，然后就像哇，那这太简单了，听好了。我不要，太幼稚了。我不要。有发现吗？有发现吗？啊，马小跳，马小说他快淹死了，马小跳。马小，他说他也快被淹死了。好、哦，珊珊，麻将跟你说，你淹死就淹死了，关他屁事儿。他说他死了也不会放过你，麻将。你咽下去了，麻将跳，你是不是咽下去了？
拖下去了，我看我去。这个人是王者，你别跟他斗了，我斗不赢他。我昨天跟不行了，我他妈。这有点费嗓子。我哎呀，我昨天也没赢到他，他玩这个好像从来没有对手。这太难了，我这说话我这，我现在我尽量。谁能与我争锋？嗯。其实想了一下，你这个再牛逼，我感觉也没啥好骄傲的。也没啥用。我这个多厉害呀！我这个就堪比这个赛亚超人，你知道吧？这我能拿一口水就能把你淹死，你可以吗？成天就会一些花里胡哨、乱七八糟、没有用的东西。完了，打枪又不行。哎，你能含口水喷死对面吗？干嘛？我给你100块，你夸夸我。我不是那种，你给我100块，我夸你吧。我感觉只要是三架飞机，我有花花的照片，我有花花的照片。我跟马小跳不一样哦，我不是那种没有尊严的人，不要用钱来收买我。嗯，蓝大飞，我有花花的各种各样的照片，马小跳我也有。我跟你说，哎呀，这哎。就美的呀，哎呀我天哪，哎呀就美不胜收的都，哎，典藏版。那请问他门牙大吗？啊，他门牙大吗？他有个虎牙，他有个啊，那还好，那个虎牙老大。那虎牙的挺好的，虎牙挺好，千万不要门牙大，门牙大没什么好的。门牙怎么梗？门牙大是一件很恐怖的事情。为什么？没有为什么，我认识一个门牙很大的人，就没啥好事发生。我走了，老师。那走了，跑了，跑了，跑毒了，跑毒了。门牙大，我就是门牙大，我就是为了以前让我门牙不大，我就去整了个牙，戴了个牙套在牙上面。为啥呀？我们去找个地方呢？因为我之前也是虎牙，然后小时候。不要呀！我就只有这一个枪。走了。之后是虎牙嘛？我说完那个，我走。门牙也有虎牙的吗？拜拜。就是我以前是虎牙的，然后这我同学们就嘲笑我说：“哇，你那个虎牙，你怎么有那么大个的虎牙呀？”然后就嘲笑我，然后我就你走吧，我有事，我没走完。下来。自卑了之后。走啥呀？快走啦！老师，前面有跑车，那我来了。有个跑车，那我去开跑车。我来了，我还没说完呢，这还有三级。快走啦，发发，前面有跑车呢。我还没说床呢，那我再搜一会儿。别搜了，大哥。我来了，从楼顶上跳下去的。我来路上，你等一会儿啊！我来了。你走不走行啊？走，我来了。马小跳，我来了，我真来了。哎呀！好了，我们就在这落脚吧。到家喽！收东西的，我要个二级小西瓜才呢。我给你们扩容吧，我这里有扩容。车来了，听到来了。开过去，开走了。哎呀！哎，我是个300，我以为我是800。来，南南飞，看我的饲养技术到不到位？我来了。哎，那个车，那个，太牛逼了！
好好牛逼呐！太牛逼了，我就演了个卧槽。扩龙，扩龙呢？还有扩龙，对，还有卧槽，还有扩龙，太牛逼了！放放放，放放，给给给！哎哎，你去哪里啊？我要捡个枪呀！我就背了两把喷子。马小有八百秒。那我把我这个美人我把我的美女给你吧，我把我的美女给你，来，太牛逼了，这还给我吧。我给你们多捡点烟雾弹，等一下你们。你把美女拿走，你把美女拿走，有上面有三倍镜，你把美女拿走。美女太牛逼，我这还有绷带，太牛逼。这是美女啦，你给我点喷子子弹嘛。哦。我回来了。对。哎。这有拖载本，拖载本，要不要钱？要不要的？在哪里？哇！我这里怎么上的那么高啊？我怎么上去的？从这块跳上去，从这楼梯上去，跳上去。哪里？这里。哇！从这上面跳上来。跳到这个箱子上面，然后再上去。不是，你看蓝在飞上的，哎呀！跳上去，跳上去，跳棚子上面，然后助跑。助跑，然后助跑，这样看好哦，学好喽，来张开，三二一零，走！看到没有？看没得？哇！我试一下。对，我就上来喽。哇！你们怎么哪都可以上啊？我的天哪！哎，因为我们是路飞，胳膊可以拉长，兄弟。嘿。啊，不是兄弟，姐妹儿，不是姐妹儿，哥哥。上，有人打我！哎，这旁边整那个，我看到了，有车整那个扔雷。就在车，对，就在那后面。死个狼！哎呦，炸倒一个，炸死了！牛逼！还有一个在原点那个石头，石头。原点石头，哪个石头？那个小嘎嘣，215小嘎嘣，看到没？在后面。215小嘎嘣，看不着下了。这石头呢？是在这里的。冒烟呢？过去扔个雷。10W 方向，看到没？我有这么雷，我没雷啊！我他能打到你啊！我要防你别！我帮你看着，我在拿雷呢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我可以架住他。哎呦！回来吧，有人远点打你们。啊！你不要管我，你走。封个烟救人，封烟救人。你走这。哪方？让我走呗。你们是被后面打的。我回去了。三枪残血。三枪残血，扫到后面。我去拉枪线，搞辆车，我去拉枪线，搞辆车，我去拉个枪线。我去拉，你们继续架。嘿嘿嘿。用不用我跟着你啊？不用，帅气老哥。哎呀，有没有帅的妹儿啊？换脸了，210，来了，死了，漂亮，牛逼，死了，牛逼。近点有个人，你们看一下。定点在这个位置，对，在我们左侧方位，这个位置那边还有一个。你们别退房间，你们别退，别退，别退，别退。大面包草是安全的，然后填个高倍镜上。这里有个三倍。要回房间里面吗？三倍不要。马小跳，你那边有没有枪啊？有，这边有枪，这边有一把 M4。我要。Go. 还有大量的子弹，那捡吧。哎，各位观众朋友们，这是我今天下午第一次跟你们对话。我是一直看到你们弹幕不太友好，而且我在专心打游戏，
我也不想影响其两个小妹妹的心情。就这种事情啊，你说你不喜欢的什么的都可以的，对，你在我弹幕都可以，我希望大家能评可以的，都是就是成年人了，也有些也是大老爷们，就不要这样讲别人。第二，他们没有用变声器，除了马小跳，什么马小跳是用的，就是这两个小姐姐他们是没有开任何变声软件，我跟他们电话通话的时候都是那个就是这个声音的，人天生就是这样的声音，希望大家就给多点那个什么。第二第三，对，他们的声音跟小团团很像，但是呢你不能因为小团团很火还有其他的东西了，你们就这样去那个贬低别人，说别人模仿啊什么的，没有人愿意被别人说他是替代品，也没有人愿意说别人冒充谁谁谁，别人也没干啥的。但为什么叫他们的直播，我觉得他们很有活力，对，他们可能有时候很吵，但你们就是发现个东西没有，就是他们都在的话，其实整场直播来说大家都可以感受到很多活力，一些就是那种年轻人那种活力，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对了，但有时候的确会吵了一点，但是开心不就好了吗，是吧，希望大家可以多给点包容，你们喷我什么的都无所谓，我都被喷习惯了，人一小姑娘你们这样不好，你可以不看，是不是，你也可以正在这直播间吐槽一句，哎呀这个不好那个不好我不喜欢，那我希望就是不要过度的吐槽，你说别人小姑娘一个不小心点进我直播间全都在骂他们，那别人不难过是吧，你骂我是真无所谓了，我脸皮厚，都这么大年纪了是吧，脸皮对于我来说都没什么用了。你们在分什么，哎，我们开车走了。哦好嘞，有车左边，不管他，咋没开上来，哎呀你看我这眼神不行、哎、耳朵还挺好的，来呢，哦不求小白有没有信心去接呀，可以，你干嘛小乔，你们两个也要拿出干劲来啊，好了，信心百分百，肯定可以去接，这个人可以打，掏枪掏枪掏枪，溜了溜了，上车上车快走，上车快走，来来来，快走慢行、我说了快走吧慢行、你还打个球啊慢行、完了，我完了完了完了，早知道不等你了慢行，我开车就走了，我被蓝大飞爆头，哎呦他拦死我面目全非，哎呦马家救人了，马家秒杀那酒吧黑说人了，我卡我操，怎么全倒了，我去，你不能后面点画画，我后面点、哎、我去这车，一家人就是要死的整整齐齐的，呀呀呀呀呀呀，抱歉